我今年投的早了，说猪年有40年的，第一年的品种早入上15天，产量有所提高。但每天你上来许过次，许过，日子一个星期就可以休完，最早下一个星期就可以查完了的。 大力推广民植茉莉米植，平常啊，我们的早了，1万8000株左右一亩啊，今年增加的密度达到2.1万株一亩，雨水达到22万，虽然前期雨水过多、阳光过小，这些不利因素加入因为。 因为增加了密度，这个种茶比去年增加10公斤每亩。抖音。